十六号温度骤降，国民党金门县党部部位低温，号召妇女姐妹们组成的侯康姐妹助选团，在京城最热闹的东门菜市场，兵分三路前往菜市场周边，向商家以及采买民众恳托，寻求支持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及党籍立委候选人陈玉珍。谢谢，好，国民党好，政党票支持国民党，谢谢。我推一党，好，谢谢啊，好，我推一党，三号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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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政党票，国民党啊，谢谢。一早低温天空又飘着细雨，但侯康姐妹助选团不畏细雨寒风，在县党部主委吴兴邦、副主任委员许玉昭率领30位党部职工，向过往的民众发送菜瓜布、湿纸巾、证件海报等文宣品，寻求支持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。因为选举的日子已经逼近了，我们这一次的话，我们中国国民党那个中央妇女会，我们立即全国同步在今天的早上的话，就来发放那个我们总统候选人以及立委候选人的这文件资料，然后也拜托我们金门地区的民众的话，好好支持我们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跟立委候选人，然后政党票也投给国民党。希望这样的话可以下架贪污的民进党，所以我们逐步的来渗入民间，希望能引起那个人民的共鸣，一起来支持国民党，让我们的社会更繁荣，国家更安全，社会更安定。总统跟那个立委的施政理念的话，我们通过一般的社交的场合，甚至我们国民党会开一个座谈会，这样的话把总统理念跟立委的理念，然后那个告诉民众，希望能够引起民众的共鸣跟支持。国民党侯康姐妹助选团一行人在戴天府前高喊口号后，大家分工合作，一队往贞节牌坊方向，一队往东门圆环方向，另一队则往体育馆方向，采取地毯式拜票，透过行动替该党提名的正副总统候选人侯友宜、赵少康全力冲刺选票。